咱们以上，谁找到谁的，谁找到谁的。啊，进来进来进来！哦，那心真的太大了，真的是。玩高兵不理你啊！要高兵不理你，带个麦吧，记录一下。可以。看一下，哇哦，多大的王玻璃高冰粒啊，要塞带。像这个皮呢，它不是说脱砂，它是他们把那个皮革给擦了哈，擦了只是说没开窍，但是它把这一面的鱼肉已经擦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墨西沙的哈，墨西沙铁锈皮的，你这里还能看得到它的皮革。像这边呢，没有刷洗皮革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皮革比较厚，打不到什么表现哈。哦，看一下，有绿。这个不仅是有冰料，还有一个点是啥，它有金丝绿，你们看一下，千金难买金丝绿，看到不，这个金丝绿就薄一个冰飘色花的一条的金丝绿的色带，这个可以多少钱？两个亿。缅币吗？缅币两个亿。缅币两个亿，对，那还可以。缅币两个亿的话大概也就是六十来万哈，60来万，可以不降价。因为这种接货的话，为什么荒山野岭我要过来接货，就是因为像这种它料子还没到市场上去，所以说还没有别人给过价的话，他能出多少他会出的哈。我要卖八价，我要抢救价抢卖价，我输的2亿，姐姐发路价，姐姐路，老板喜欢多少钱改价好不好，全部都会有下单。1.3个亿。你疯掉了老板，你肚子慢慢的看一下好不好，这个1.3个亿的品质吗？哦妈的，你讲哦，不行，老板。你说你不能收两个亿，我就给你两个。好吧，不算免费，好不好？不算免费，不算免费，人民币好不好？一个价66万，来放六家了。他跟我说两个亿，本来两个亿只是60万左右，他现在又给我说，我漏给你一口价66万，他比他的两个亿还要多，他稀里糊涂的。没有稀里糊涂的。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货子，我越砍价，他价格就越上。你看这个站到一口价，你说一口价。1.5个亿。哎，我你这里带你2个小时了，里面还有来就乱给，真的是那么好东西，哪里找到呢？你们东西慢慢的看一下，再来等候。你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。你说完了的话，1.5个亿，我就问你卖不卖？挡不了，你搞好给，挡不了，真的。你2个亿，我又没多砍你，我就砍了你一点。我说的砍不了的价格，砍不了的价格，砍一点嘛。好吧，人民币好不好？一个价我来给你58万了。我不听你什么人民币什么的，我就跟你说1.5个亿能出，我就拿走了。蚊子太咬了。哦，行不行，你东西看一下，这个全部都会有塞带。等下，能卖不能卖？我蚊子咬啊！折合人民币45万。真的是哇，我又那么跑过来，还有风波流血，真的是，差一点嘛，弟弟摸摸的好不好？加多少嘛？啊，人民币加1万块钱嘛，加1万块钱好不好？加8000。就加8000。真的是过来，站住！看我趁机，趁机看我谁？来，贵哥，来，多少钱？458000。好的，我看一下钱，你要看钱？你拿验钞机，下次。下次你来拿。啊，可以。喜欢。幸福的味道，幸福的味道，闻到了吧？闻到了。哦，好漂亮。还有3万，来3万。哎，好了，谢谢你个老板，谢谢你，以后有好东西都多打电话个。哦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哇哇哇！我来抱着吧。行，我找二号，应该是找他同伙。走。